右边路的进攻，这种也更多的是考虑到一个亚洲市场，基本上上不了场。后来在霍芬海姆也发挥过，后来是回到了国内，在大马冈巴踢的还挺好的，还是伤病啊影响他，比较让人失望的。这中岛翔哉、富安健洋、南野拓，否则会变成一个三中卫。这就想要个手球，裁判给了吗？给到玻利维亚手球，十四号的劳尔卡斯特罗，这边小林右膝打到了人墙，鱼肉玫瑰是在补，现在在倒角。好的，这球传得不错呀，机会，内切打门，太正了，上半场的第四个角球。这球送的是相当不错，大家看一下，起球或者推一下，机会打门，这个球打得有失水准了。这个十四前场人太少了，这一脚远射，这个球的话前场基本上没有队友。今天玻利维亚最活跃的就是这个十九号莱昂纳多·瓦卡，九五年就能给到了香川。香川现在的国家队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一个以老带，基本上都压过了半场。对面是完全的一个铁桶阵，这个球还停下来了，界外。上场控球率，日本队应该是完。控球率是完全碾压的状态，包括昨天各位如果有看看这个球，鱼肉玫瑰石，这就是想给什么呀？给的也莫名其妙的，又是前卫式，前卫式有可能中场会被换下吧？在上半日本队的话，这个一个 S 级的一个评价。哇，这球国际足联应该是有规定，就是打过就是一个自然年当中只能参加一届的洲际杯赛，上面第五个角球了，所以说像打了亚洲杯的基本上就不可能再打美洲杯，所以的话森宝一就会找另外一个瓦门将出击，把球击打出来，门将丹尼尔施密特。哦呦，这个头球有点威胁呀！身高上确实玻利维亚是占据优势的，看是不是能不能打破比赛僵局吧。直接起脚，嚯，来了脚敲山震虎。来对前卫士，我确实破这种密集防守还是有难度啊。再传。和玻利维亚的比赛打成了零比零 ，PK 90098备注777。号的莱昂纳多瓦卡，他们上半场发挥还是比较活跃，下半场是换上了三号的楚马塞罗，七分钟绝杀比赛，这就给他稍微大一点点。这就是西大武和小林右膝，又一下。哦，这球危险，小后哥给回来。
哦，机会打门，这球脚没有倒过来。这是个，这应该是下半场目前为止最好机会了。啊，他这个脚没倒过来啊，他如果是左脚的话，这球应该是秦贵士的助攻。连平大地，哎，前场断球，机会柴七月，禁区之内还有唐人绿，回到柴七月。看这个球中间有空当，香川真司这个转身没有转过来，而且对方对他一直贴身，这下推人了。这球没有必要推人啊。十八号连田大地，这球给的相当舒服啊，远端那个头球更像解围，这也越位了。十八号的连田大地啊，这个给的是真舒服呀。吴马强他上来跟刚才的，我去，一个门框再补，还有大门，哈哈，这个球啊，中岛翔帆这球还有，这球再给一下远端。哇，直接起脚，球进了。中岛翔帆，果然是目前日本队身价最高的球员，个人能力极强。刚才显示的中岛翔帆身，好球，中岛翔帆，我去，这球给的漂亮，这球给的漂亮，措施左边可以给，看怎么处理吧，想自己来，呵呵，哦呦。又是中岛翔帆策动的进攻。其实中岛翔帆他踢球很从容，你看刚才有三个人在面前。